女人只是想上个厕所，可闺蜜却在门口一直盯着她。这时，女人意外发现厕所竟然有扇窗户，她看了一眼闺蜜，发现闺蜜转过头不知在干什么。逃跑的机会来了，她趁闺蜜不注意打开了窗户，没想到一阵风吹了进来。此时，闺蜜也有所察觉，立马转过身，两人四目相对。下一秒，女人又被绑回了椅子上。 小美找到阿珍商量对策，现在要赶紧想出不会让女人报警的方法，不然这么一直拖着，迟早会出事。与此同时，屋里的女人又开始想办法逃命。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片，想要割断绳子逃跑，可由于太过紧张，刀片没有拿稳，直接掉在了地上。无奈，她只能另想办法。好在椅子可以移动，不一会儿，女人就移动着椅子来到门口。 她用牙拧动门把手，打开了房门。可她被绑在椅子上，根本无法逃跑。此时，女人看到身后恰巧有个台阶，办法有了。只见她两腿用力一蹬，直接摔了下去，椅子当场被摔烂。女人顾不上疼痛，赶紧站起身，拼命逃跑。可还没跑多远，就被两个闺蜜发现。于是她加快速度，拼命往树林里跑去。没想到闺蜜竟然开车追了上来。女人见状，赶紧藏到一棵大树后面，还好没有被发现。女人刚想离开，闺蜜的车子竟然又倒了回来。 这下完了，还是被发现了。女人在前面拼命地跑，闺蜜在后面拼命地追。很快，女人就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等再次醒来，她又重新被绑在了椅子上。她哭着请求阿珍放了自己，并发誓一定不会报警。但这次，阿珍已经不再相信她。为了防止女人再次逃跑，阿珍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让女人说出自己的秘密，这样她就有了女人的把柄，从而可以威胁她不去报警。 可女人怎么都不肯说。只见阿珍拿出一瓶酒精，直接倒在了女人身上，然后点燃蜡烛，逼她说出秘密。如果再不说，就把她烧死。 突然，一口酒精从女人嘴里喷了出来，瞬间的火光触发了烟雾报警器。阿珍赶紧跑过去关掉，可她刚关掉，就听见外面传来汽车的轰鸣声。阿珍和小美吓得赶紧藏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老头带着小弟闯进房间。原来这两个人是小偷。老头看到被绑住的女人，他显得非常兴奋。他让小弟赶紧去找一找家里值钱的东西。小弟来到阿珍房间，发现了保险箱。 正当他要撬开时，阿珍和小美突然出现，用绳子把他给勒死。与此同时，老头给女人解开了绳子，然后将女人抱起，想要对她图谋不轨。情急之下，女人掏出老头腰间的枪，一枪将老头干掉。而这一幕恰巧被两个闺蜜看到，这下终于有了女人不敢报警的把柄。阿珍伸出手将女人扶起，闺蜜三人再次和好。第二天，他们将老头和小弟的尸体埋进树林，随后三人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开着车离开了这个地方。